演艺圈是这样，很现实。okay, 好残酷啊、哦！没点马上、那个，我从此就少了一个朋友了。真的，好了，那现在的威廉留下来、嗯，我们要来看一下谁可以跟他竞争，请开门。哇塞、哦！天哪！哎，哦，最近点很多。对呀、啊，不是今天才上那个水果报纸的。超客系的成员之一叫小 马，那我现在最后读辅仁大学，是乖学生。那最近水果日报呢，就很喜欢报我说我以前是混混啊、流氓，但是我现在已经从良，当乖学生、青春偶像、学生艺人，谢谢。青春有，他是走那个怎么讲，诚恳然后乐乐的客气的路线。对。好的，哎，几位那个为什么会被报流氓呢？你做过什么样的事情？你有底吗？你是跟古天乐一样有底吗？以前哦，以前就是比较年少轻狂一点，然后就是喜欢闹事情这样子。对，那你做过？我跟你讲，这样好了，古天乐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有结伙抢劫被留底过，那你有没有超？可是他包括张国荣都力挺他，让他有机会。那你有没有比古天乐更劲爆的一些东西？以前哦，就以前就是拿鞭炮炸车子啊，然后闹警察，然后就被抓到警察局这样子。威廉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半路杀进黑门出来的马是闹上警局了还不让他赢，要是连车都炸了多半。你们这些人看着他死这样，你们记者好恐怖啊！记者太恐怖了。威廉现在紧张了。对，他在我让给他输了。威廉，你训掉了，除非你爆一个。但威廉，你有比这更爆的新闻吗？那我只好把胡瓜女儿搬出来了。什么？我才不相信小朋友看上你了，人家都看上李静良那样的医生，好不好？怎么会看上你啊？我觉得小马这太厉害，我自己退居好了。真的，我们现在就来举牌。我看到这很明显的胜负已定，决定要留红的还是黑的，请举牌。竟然因为这个，请坐到你的位置上。你好好保重。你今天的 look 就走到这里了，被拉出来玩的。天地良心啊，刚才不知道是谁说没事产品先要自爆啊，再说又是你挖，没事谁要挖你出来啊？我们看一下下一位很难、哦，谁能盖过你啊？我的妈！对啊，我觉得我下一个完蛋了。来看看是谁，请开门。你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超科技的野兽，然后今年18岁，是个健康的高中生。健康 ，Yeah，Yeah。好的，为什么他叫野兽？是因为他长得像那个我们台啤篮球队的12号林志杰、嗯，野兽。那我不知道，果冻哥，你觉得像吗？是有点像，但是超级篮球都已经打了，也没有什么话题可以再写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喜欢也可以写一篇赛后心得吗？放上野兽的照片再加个标，野兽赛后失控狂吃爆米，还不是完美？王子毛利张。